因为我是对人做，私奔。哎、欸，感觉讲啊，你决定不爱回来，阮家的门锁拢总换啦，做啊拢换。等到我生囡仔，哈啊有孙啊嘛，啊总是阿公阿妈拢嘛想讲要看孙啦、啊就叫我爱抱孙回去互因看。啊，但是呢，我回去哦，我的锁匙拿起来吼。哎，安怎开都开袂开，我知影讲哦，门锁拢换掉去啊，我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这敢是阮家吼？啊，过来呢，过去哄人个外遇，啊，佫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讲离婚的查某囝袂用倒来厝的嘛。那要去哪里？对啊，啊，所以我就一个人住外面呐、啊，因为我的案例就是比较特殊一点呐、啊，哈，因为我是。对人造，私奔，真的，这是真的啦。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妈妈管得很严嘛，那时候就是新妈跟，那情窦初开的时候就是去用便宜啊，啊，就是你就选择你要爱妈妈还是要爱我啦吼，爱人全部都啊，当然是爱伊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。离开家里面，啊，虽然我妈妈一定是想尽办法爱我回去嘛，啊，但是我就是无回去啊，啊，感觉讲啊，你决定无爱回来，阮家的门锁拢总换啦，做啊拢换，等到我生囡仔，哈，啊有孙啊嘛，啊。总是阿公阿嬤拢嘛想讲要看孙呐、啊，就叫我爱抱孙回去互因看。啊，但是呢，我回去哦，我的锁匙拿起来吼，哎、欸，安怎开都开袂开。我知影讲哦，门锁拢换掉去啊，我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这敢是阮家发的哦。啊，尾啊，就是因为讲进前就个唔对啊嘛，就对人去啊。啊，过来呢，过去哄人个外遇，哦，啊，我就逼不得已啦吼，因为当阵。我当红的时阵吼，囡仔少女的时阵，我差不多拿去东南亚演唱吼，拢一届出去拢啊三个月。我前夫也是一线小生嘛，那每次演戏总是会碰到女主角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？哈，我一传女主角，对对，一传接场。啊，我呢不是传女主角，我呢是跟女主角暧昧啊。啊，结果呢，真熬哦，规个剧组讲要出去佚佗，要日本啦吼，伊就甲我讲，哎，某某人吼，因为他不去，那个人不去哈，我说好好好，不去不去，哎。卡打出门尔，我随卡电话去旅行社问讲，哎、欸，这团有像安尼，结果名单内底都有迄个人啊，所以啊，我迄当阵就少年，我二十通岁尔，对不？啊，就眼睛里容不下沙子，我就决定跟他离婚。啊，这个、中间当然咱若有啥物苦，拢唔敢等你讲啊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啊，离婚了，啊，佫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讲离婚的查某囝袂用等在厝的嘛。那要去哪里？对 啊， 啊，所以我就一个人住外面呐、啊，所以就是不是他妈妈也至少会说可怜你、同情你，就是你回来吧。但是问题就是我妈妈的年代哦，就是已经是较传统的嘛，因为因拢受日本教育的，迄当阵落来的时阵拢足避暑的，就是比较封闭。封闭的年代，对对，啊，咱个家己对人造，还无话讲，啊，所以就是，所以没有回过娘家。化水胜就红，换色哦，那个真正。对，哎，离婚的查某囝袂当回去哦。离婚的查某囝是因为较早的老爸拢惊人笑，哦，迄厝边头吼，迄砖头拢规砖头拢家己的人，人会来问，惊人笑，歹势。所以离婚的查某囝唔是袂再回外家，是惊老爸咯。行后壁门入来，好，就是不要出去，不要到客厅来，啊，人会来笑安尼，啊，总是老爸面子要甲顾咧啊。所以你看我那个方法多好，我离婚，你要你能力、啊，而且看到我就把买了一个房子，大家都来就回不来家。不是每个女儿都像你这样子，我有台湾呐，那是以前，那是以前，那是以前啊，今麦看袂啊。现在你看那个离婚率那么高，哪有说什么离婚的女儿不能回家？离婚你尽量回家，更要回来，对对对。